难得这么爱你舒适，在下次漩涡到来之前，还有12个时辰。现在能做的，就只有慢慢等待了。我希望漩涡不要来，永远都不要来。 以前老是幻想，幻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怎么样，会被生孩子，孩子会长得像谁。其实我曾经是很鄙视这种无聊天真的女人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既要点灯，那就应当是铁石心肠，义无反顾。 死得痛快干净才对。谁知道，曾经鄙视的幻想，倒好像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期望呢。 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，就当这辈子我们是在一起的。 你说你好好的，当什么灯芯啊？灵灯只能容纳4个灵米，你进去不怕把它挤爆了？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你还真是没皮没脸的。是那天星空下。 是为你花钱研功，让你找回自己的时候。
是每一刻。九云啊，你应该最清楚，时间是无用的东西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只要没到黄泉地府，恶鬼把我们深深的拽开。只要死亡没有先带走我，我们就是幸福的。小川，我爱你。从一相遇一开始提及的每个字，都是只手握你样子，从今往后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着转瞬即逝，昙花一现与即逝又盛开的字，绚烂了曾经化作诗，几百千年天恩赐都像一生死，任由光阴来发丝，卷用人生念离枝。撒什么娇嘛，这要换作是别人，还以为我占便宜了呢。告诉我别人是谁，怎么会有别人？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凭什么呀？就凭我在你还不知道我的时候就这样看着你。那你看一个人这么久是什么感觉？腻不腻？是有点。男人都一样，不管是人还是神仙，都是负心汉。就是负心汉，你还这么喜欢？谁喜欢你了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说每一刻都喜欢我。小川，你真的很美。刚刚棒棍打开的时候，我感觉海水都是粉红色的。笨蛋，那海水怎么可能是粉红色的？我能帮你除尽妖邪，让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像现在这样乖乖地躺在我的怀里，久守着你，宠着你，保护着你。
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九渊，你醒醒！九渊，你怎么了？川儿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什么？我……你说呀。杀我你！川儿既然喜欢的话，待杀了南蛮妖王，我就把它做成镯子送给你。九渊啊，嗯，我从不知夕阳、落日。也如此有生命力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。这是我的川儿，心中有了声了。因为我有了你，便才有了声。真不点灵灯了。盈盈之光亦可点通天之亮，从此以后江湖上就有一对令妖魔闻风丧胆的夫妇，御妖杀妖，御魔杀魔，不点明灯也可以守护大理子民，维护人间清明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啊？我只是在想啊，这以后啊，我们可有的忙了，因为我们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来帮我们。川儿，我们是时候该启程了。想必梅山他们已经在凌云城等着我们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九渊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啊！你说你们两个胆子也太大了，找青石这么重要的事儿也不叫上我。师叔，大黎帝女，嗯，其实你早该叫我师叔了。我听九云跟我说了，谢谢你。免了。哎，傅九云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看看你这身子，你看你脸色儿。君川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们回来了。那个，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，我先带你去疗伤。在这儿等我。嗯。
看样子有收获。嗯，就这么一块小石头。你别看它这么小一块，差点要了我们的命。那你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？ 青春，青春，没有啊。如果有一天他欺负你，你一定要记得告诉我，我会动用整个天元国的兵力去追杀他，哪怕是到天涯海角。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天元国太子妃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 我也只是暂时帮你调顺内息而已。你现在这个身子，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，灵灯都不用点，半条命也没了。如今我们已经得到了情势，需尽快与那妖魔做个决断，以防夜长梦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需要静心调气养息啊。 梅山，这青石的结界可有什么玄机？结阵倒是不难，只需五人，以五行之力结成五行阵即可。只是什么？此阵法还需一人手持青石作为阵主，稳固青石灵根，待结界结成，阵主与妖物共同落阵。 要是不能及时出阵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嗯，我来做阵主。我刚才说什么？你是没听见吗？啊，你现在这个身子是万万不可再动内息了。雷山，我也不至于连个阵都出不来吧？九云，师叔说的对。 我来做阵主，川儿，你心里明白，论仙力，论经验，我都是阵主的不二人选啊。我不想你再去为我设想了。更何况，我跟南蛮妖王本来就有血仇，我去再合适不过。好了，川儿，平日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应允，但只有这件事。 我绝不同意。不行，你听我讲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也别争了。师叔，结阵之人你可有想法？我已经和庭渊、左子辰他们商议过了，他们三人皆愿意配合，但此行太过于凶险，我们需多加小心。那老妖物也不是好对付的。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 我明白了，子辰，我自然是愿意参加的。真的吗？我以为你会。就算不是为了你，身为大黎藩国的诸侯之女，我也责无旁贷。玄珠啊，等这件事情完结之后，我们就隐居桃林。 再也不过问世间之事，啊！
再过几个时辰，就要出发了。你真的想好要这么做了吗？嗯。都这么晚了不睡觉，看着我干嘛？因为看不够啊。可你都看了我一整夜了。 你来了，把那些洗了吧。不是来帮忙的。哦。 谢谢你啊，有什么好谢的？你救过我，我欠你的人情，自然会还。你还是适合冷笑吗？哎，你也太看轻我了。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进宫看到你。 你穿了一件百分五一，在阳光下起舞。那个时候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你一定以为我又在嫉妒你吧？其实我心里觉得，那件舞衣只能你穿，因为其他人都不配。 你心里大概觉得，我只是那个爱记恨、爱嘲讽的小国公主吧，玄珠。 以前我总说你幼稚，其实真正幼稚没长大的人是我。以前，我心里只有自己的抱负，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。直到，突然有一个人的出现，让我明白，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。我的心里才开始有所念。
有所惜。玄珠，我真的希望你也是如此。嗯，我会的。明日就要去极北之地了，答应我，好好活着回来。有青萤石和灵灯在，那妖物必定万劫不复。啊，对了，你的灵灯能借我看看吗？嗯，灵灯一旦被点，十方八荒的妖魂都会被勾去，就连碧落黄泉的厉妖也不例外。那为何世间还妖魔横行？点一盏灯有什么难的？天机不可泄露啊。说。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，饶命。还不快说。我说是邪气，一旦滴血邪气，灵灯便是任此血主以灵祭灯，灵灯不灭，血主灵力则永生永世受苦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秦川呢？我在府上寻了好久，也没有见到他。早上傅九云来寻他，我以为他们早就到了。不用找了，自己看吧。闲云野鹤间，浮世不知处。这两人好兴致。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就是让我看你刻字。刚刚人太多了，我都没有机会好好抱抱你。你看，等这棵竹子长高了，我的名字也会跟着竹子长高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这棵竹子是我的。可这棵竹子已经很高了。啊，是吗？那这棵就是我的了，傅九云。这棵竹子以后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就算肉身陨灭，灵力被忘川洗涤，记忆尽数褪去，至少证明我们存在过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了，可你还是这样。我会想办法去除我的仙根，跟你一起白头到老。
九渊，前几日我们来的时候，岩浆才刚刚渗出来，可现如今。居然这个时候送上门来，太好了，妖神大人，这还真是给您的一份治理呀！怎么回事，傅九云？什么意思啊？九云，太多无辜的人卷入此事，我不想再让他们白白牺牲。你真的想好要这么做了？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我和川儿两个人的事儿，与你们无关。所以我们决定由我一人来操纵五行之力。不行啊，万万不可，这样会损耗你万年的修为。梅山，川儿，我们走。哎，九渊。哎，烈烈，傅九渊，烈烈，你敢？傅九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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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渊，傅九云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乖乖地交出灵灯。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看，三界成为妖的天下，将是何等的盛况。区区幻影之术就能战胜我吗？梅少侠，你也不过如此嘛，连个结界都打不开，要不我来试试。你行你来。
原来是青萤石。你们为了咒杀我，真是费尽了心机。能奈我何？小心！心梅，我啊，梅山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，心梅？你难道不愿意回头看我一眼吗？你不能叛国！你看看这天下，还有离国吗？你才是真正的背叛！你身上穿着天阳国太子府的战士服，我不可能叛国！我不可能叛国！子晨，子晨，西烟花都开了，快来看，子晨。彼岸菊花。
时光倒转，映成双不离别，守护这段有始的尘缘。彼岸奇幻，灯虽燃熄不灭，我愿化作夜雨相伴。待时光成双不离别，守护这段有始的尘缘，阅尽这凡世的情话。